那时候没办法，平常都在钓鱼，看那些的大红小，大家都看腻了。那我们跟 Swag 合作，来一个不一样的，发动。来，简单介绍一下 Swag。Swag 就是很平常啊，粗茶淡饭吃腻了，想要吃点咸的，想要吃点辣的，想要来点肉。来看 Swag 就对了，然后这位是我们 Swag 可可，嗨，今天有带一下贤内助了，让他知道我今天不会乱搞，要整的人不是我，今天我想要整我一个朋友，他最近要回加拿大了，想说在这段期间给他一些深刻的回忆，所以等一下计划进行会这样，我会先约他来钓鱼，然后中途会离开，这时候会换可可上场，对他执行一连串的柔情攻势，展现一下婀娜多姿的身材，看我这个朋友到最后会不会上钩。所以等一下就麻烦你了。好。喂。喂。你现在在哪里？你是不是才刚睡醒？真的刚睡醒。约九点呢。你这边现在过去了。你这边过来多久？大概20分钟。20，好，好，行行。好，等一下见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现在才来，怎样？昨天搞太晚是不是？有好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边啊，有一只带斧头，没看到？吊带啊。我等下去阿妈打电话给他。电话。喂，阿妈。阿妈，冲上。阿妈。哎。要冲啊！我在钓鱼啊。等等，赶快扛蛙鼠啊！啥物？扛蛙鼠。扛蛙鼠。好，扛蛙鼠啊。好了，等一下啊，你刚好听到？没在听。刚刚那个我阿妈叫我去扛瓦斯。扛瓦斯？多近的？也许吧，可能你有机会见到我。大家交给你了。我有。重要的任务。对，下一只难得鱼上来。是难得鱼帅吗？还行啊，还可以，比蟋蟀再帅一点。我去推回他。好，加油。好，现在慢慢走进去，然后踩着一个六亲不认的步伐。好，我现在给 Jack 2分钟，看他会偷看 Swag 偷看。他看了，他很厉害，动作中隐藏的眼神的飘移。那你要不要去？开始偷看，现在就这样假装等你掉进去。好像想要有所动作，他已经盯上他了。该不会是偷拍吧？搞那么好啊，这招一名，这招厉害。现在可可抛竿的动作还不错，问他可不可以教你钓鱼。好。你好。你也是钓友吗？你常来这里钓鱼吗？我第一次来。第一次。对啊，我今天我跟朋友原本有约，可是他有事先走。可以。可以叫我吗？可以啊，你。我不太知道怎么甩动。我觉得他已经慢慢走入我们前面的陷阱里面了。好，我跟你讲。偷偷打他屁股。你第一次来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可可啊。可可，我叫 Jack。杰克，他好像觉得有点爽。没有，你那个裤子上好像有东西。OK， 好，没事。那你朋友什么时候来啊？我不知道他说他等一下会再来，他说可能会来找我，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。你最近有在网络上看谁钓鱼吗？有啊，加藤鹰。你有听过他吗？然后他的手背。你有听过他吗？他的手也很厉害。没有很熟，没有到很了解啊。对，他
看他是害羞是吧？哎、欸，真的高速了，高速没关系，我来帮你。为什么那么？大家在解挂底的时候，偷偷靠在他旁边。我们站过来一点，不用，我站在你下面就好了。啊，这样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泡得很刚好。你是男生，应该不怕晒吧？不怕，不怕，没事。好，你要不要再试试看？像这种在上面的卷线器有什么名字吗？像这种卷线器已经在上面的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个吗？对啊，这个叫小乌龟啊。那小乌龟的头在哪里？那它的头在哪？头，没有头吧？好像没有 get 到这个、喔。对啊，这颗还蛮好用的，我还蛮喜欢这颗。其实我比较喜欢在下面的卷线器。我比较喜欢下面的。在卷线器啊？哦，你是想要哪去了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事。那你觉得他很爱你手？我觉得他心里应该起了一些波澜。好，来出绝招，现在拿出防晒油，请他帮他抹。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真的给他抹下去啊？今天太阳超大的。对啊。那你可以帮我擦防晒吗？因为我刚才背后没有人帮我擦。对，我怕会变成黑，拜托了。好，OK。包包里面还有一个手套，拿出来，请他戴套。手里好像很脏，手脏脏的。要戴套哦。你还戴这个？对啊，要不然你到时候有病传给我怎么办？好的哦，防疫期间是吗？你当然不会有病，但是还是以安全为主嘛。好，没问题。这个。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美人关你讲不出来噻，又不是你。哎、欸，没事，你也是美人、欸。好，包包里面有一个黑色的洗面乳，抹在他的脸上，让他体验一下什么叫洗面。骗他是防晒。对，哇，我再帮你擦防晒，好不好？帮我吗？对啊，要回报一下吗？好，可以。那你等我。我把手套拿掉了。好啊，好，那你眼睛要闭起来，你擦脸的话，我怕会那个。要闭起来哦。对啊。等下，我脸上都是汗呢。坐着。好。坐着，慢慢享受，好不好？算是你今天难得碰到的一个私人 SPA。眼睛闭起来。闭起来。哦。好，我不要张开，要不然我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那个是防晒乳，不过有黑的，就像面膜一样，有白的也有黑的啊。是吗？我怎么没有看过这种防晒乳？如果你会担心，确定是防晒乳、啊。如果你会担心的话，要不然我带你去洗一洗嘛，洗干净。我先看一下，闭一下。这是什么？你是涂泥巴在我脸上吧？什么东西？那个是特别的防晒乳吧？对，是真的。是把它洗掉好。现在问他说要不要跟你回车上。好吧，那我们洗掉之后先去车上好不好？避暑一下。我觉得我有点不太舒服，你可以照顾一下吗？好，好像要中暑哎。OK。好吗？好，我。大家走。走。赶在他们前面，等一下我要回车上去吓他。怎么喘？老了。
你好像想搞事是不是？被我抓到了，被我抓到了。我这个是，你不是跟我讲你要去忙吗？对，我在这边忙啊，我在那等你啊，我在那等超久之后。所以你们两个是认识？我们两个先串通好了，是吧？他是我派来的。哦，你们真的是哦。对啊。啊，我想说你要回加拿大，给你一点特殊的待遇。这有点太特殊。太特殊。你会发现那边有很大力的 GoPro 吗？都黑黑的。黑黑的没看到，你是鬼迷心窍，我觉得。嗯。好，今天其实进行的有点太赶了，我们有机会了解一下 Swagger 平常都在干嘛。哥哥，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平常都在做什么内容吗 ？Swagger 平台吗？我平常可能就是都会开箱一些玩具，成人的玩具。哦，大人才可以玩的玩具。对，然后我会自己去试车，然后另外比较精彩的也有直播就是都可以及时跟大家互动。如果说你当下指定什么，我就可以立刻做给你看。哦，这种，对，我觉得你今天大饱眼福，人家平常隔着荧幕，你今天直接面对面，像是一场直播吗？我觉得今天这样看一下，你蛮有潜质。对啊，我也可以去开直播。你也可以开直播。而且你体力看起来不错，他帮你认证了。没有。好了，那今天一边就到这边哦，来个 special 的，不然平常都是看我钓鱼，有点太无聊了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置顶留言会贴一个连结哦，大家如果新加入 Swag 的话，会有免费的300钻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